哥，那个脸咋了？树活张皮，人活张脸，老子这是菜板子吗？说切就切一下。狗日的钢板子，你给老子记着，这一仗我一定让他算回来。对，算回来，两边再立来，弄这狗日的。秃子，你跟老子最长时间了，咱从一混混到今儿不容易。哥哥活明白了，在这么他妈个乱世，什么名啊利啊都他妈扯淡，他才是道理。咱一定得有自己的一支队伍，等老子羽翼一丰，我他妈就破茧而出。咱现在得忍着，狠心受胯下之辱啊！胡哥，咱们得忍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说咱们一直让他们骑的，啥时候我都陪他玩，狗日的，我陪到底了。李熙然，李熙然，干嘛？你说赵静第一次住在我们赵相馆，你那么喜欢她，约她出去。你说，这赵静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不关心她是什么人，我现在倒是挺关心
小曼怎么那么能忍陆子成啊？小曼的事情我不关心，我现在只关心这赵静到底是什么人。这个我也不关心，我就关心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人。还在不高兴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就是看赵静有事没事的就来咱们照相馆捣乱，觉得她特可疑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想把她给灌醉了，然后套套她的话。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不光没套出他的话，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。小曼，我真的没骗你，我心里装了你以后就满了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小曼，对不起，我今天确实是，哎，你别哭，确实是着急，所以我就冲你发脾气了。你别生气。子正，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我不该怀疑你，我今天差点害死了赵静，差点害死了李熙然。差点害死了整个沙寇团。时候，咱们才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呀！快了，啊，很快就会有。那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等咱们杀了高美，就去爹妈的坟前，让他们给咱们证婚。还有，我爹把我的嫁妆也准备好了，所以你得答应我，你不能出事儿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出事儿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求你们保佑我封大富吧，求你们保佑咱们老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贝不要落在日本人手里，求你们保佑我能平安地把这些宝贝邮回老家吧，求你们保佑了，求你们保佑了，求你们保佑。怎么你干活？哎，
古董委员会的，我这是出城运货。这是冈本先生的特别通行证。这叫什么？这个给冈本先生装货的空箱子。张小姐，日本人为什么要找你啊？把我们也弄得是鸡飞狗跳，一地鸡毛的。我说陆子成，这弄得鸡飞狗跳、一地鸡毛的不是赵静吧？应该是艾小曼吧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了吗？我现在问的是赵静，赵小姐。哎，李熙然，我说你够忘恩负义的啊！要不是小曼的话，你俩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呢。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些没用的，我现在就想知道，赵记者怎么就这么荣幸的成为了日本人追捕的对象，还把我们大家都拉下了水。就是，你好好跟我们说说，我们为了救你，你把我们可给坑坏了。真是对不起大家，连累了你们。日本人追杀我，是因为一批盘尼西林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说什么？日本人追杀我，是因为有一批盘尼西林在我手上。盘尼西林，就是现在外面疯传的日本人丢的那批盘尼西林，在你手上。是。哎，子成，这太好了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啊，那批盘尼西林是你劫的？是这样的，几天前有一个人来找我，给了我一笔钱，想让我通过报社的便利关系把一批盘尼西林运到城外去。我知道这钱来的烫手，可是我们报社已经捉襟见肘，无米下锅了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就可以重新活起来。你怎么这么傻啊？那可是日本人被劫走盘尼西林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啊！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要是知道是那样的话，我才不会答应那批买卖呢。昨天我按照他们说的去了交货地点，结果交货的人死了，我也被盯上了。哎，那你知道这批盘尼西林是用给谁的吗？他们说是要运到城外去给抗日的伤员救命的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件事情做了不但能够救人，还能支持抗日，是好事儿。可没想到你支持抗日。这个赵记者，要不然这样，你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。哎，对啊，你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吧，
我们到黑市上一倒卖，能赚一大笔钱呢，这是好事儿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赵记者，这样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麻烦。不行，不行，不是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哎，大家说行不行啊？行啊，行啊！哎，找我爹，卖高价。对对对，他爹可厉害了呢，日本人的大汉奸，关系硬着呢。说什么呢？闭嘴！哎呀，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赵小姐，听我的，咱们现在就去取那批盘尼西林，价钱好商量。不可能，我不能言而无信，侵吞这批货。你别忘了，这批货的原始主人是日本人，你顶多也就算是跟我们一起侵吞了日本人的货。还有，别忘了你的命也是被我们救的，如果没有我们，估计你早就被日本人杀了。关于这盘尼西林，日本人应该很快就会追查到你身上了。对，赵静，别的事情我都能站在你这边，可是盘尼西林要是落在你手上，那可是个定时炸弹呀。我觉得陆子征他们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你既得到了钱，又丢掉了麻烦。对嘛，你开个价，多少钱都不行。赵小姐，之前呢我是给你留着面子，但是我发现你给脸不要脸，这事儿呢现在由不得你了，就只能听我的了。给他绑上。陆子章，来找我的人说他们的人为了这批药已经牺牲了两条人命，这批药比他们的命还重要，是要运出去救抗日的战士，是救命的。战士？什么战士？行了，管他什么战士呢，咱们卖药换钱是为了抗日，他们救死扶伤也是为了抗日，管他那么多呢，谁先拿到盘尼西林就算谁的呗。走。哎，你别急啊，子征你怎么看啊？行啊，少爷，没看出来呀，道行挺深的啊。行，这事儿呢要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这个忙。你还真以为我们就缺那点钱啊？咱们就是不差钱。行了，我现在就想知道那货到底是不是你说的这么回事儿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说，我们为了你下了水杀了人，你要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这批盘尼西林的事儿就能要了你的命。当然，现在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大家同舟共济。谁跟你一条船上的人呢？你还没投资呢。投什么资？照相馆。不就是出钱吗？好，我出。哎，等等，你现在必须得告诉我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。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怎么能把盘尼西林交给陆子珍他们呢？啊！是，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，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街头的同志已经牺牲，还有一周就是交货时间，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间，这批货肯定就送不出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陆子珍这帮人感情用事不可靠，他们不会放弃打这批药的主意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们人员有限，又都没有出城证明，虽然日本人现在还没有怀疑到我，可他们一定会对我提高警惕的。是，我知道把药交给陆子征他们这样做很有风险，可总比没有机会的好啊。如果他们真的失手了，
咱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，知道吗？我哥就是这次的接头人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他在牺牲前跟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羊送出去。我就算是丢命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。会有牺牲，我哥没了，我一定要完成他最后的嘱托。为了山区的同志，为了我哥，就算是丢命，我也要把这票送出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子章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董永贵，你至于那么乐吗？那当然了，盘尼西林，咱没有动一刀一枪，就把这批盘尼西林给弄到手了，不是经常都有这样的好事的。资仁哥，你说这批盘尼西林要是换成钱当经费，是不是够咱打好几年鬼子的？哎，小曼，你说咱们是什么人？嗯，北洋大学的高材生。北洋大学有钱人，有样的人，有本事的人，这就对了。虽说城内抗日、城外抗日都是抗日，没错，可不一样的是，咱们是什么人？咱们是有钱人、有本事的人、有样的人，是北洋大学的高材生。你说这要是咱们把他的盘尼西林给黑了，传出去，那得多丢人啊！对，咱们要当流芳百世的大英雄，不能有污点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的形象就被打折了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所以呢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得好好动动脑筋，想想办法，怎么能够把这批盘尼西林顺利的送出城，让城外的那波人也知道知道咱们的本事和气度。不是，陆子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就忙活半天，就咱们什么都没捞着啊，然后反而给自己弄一包袱，不合算。这怎么叫包袱啊？这叫露脸，知道吗？咱们给城外的抗日伤兵增加信心，让他们知道知道，城内的咱们跟他们并肩作战，里应外合，迟早有一天，一起把日本人赶出金门。嗯，这个我同意。我们就应该帮他们一起把日本人赶出金门。嗯，我也同意。不过有一点，做完这次，我不想再看见那个赵静了。对啊，你说那赵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看他穿那样吧，也不像个土包子。会不会是军统？冯永贵，你吃包子吃傻了吧你？他赵静。那么拼命的想要这批药品，他能是军统，啊？国军能差这点药？反正啊，我觉得这个男人不简单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共产党。什么？共产党？怕了吧，李少爷啊？共产党的女人不好惹。管他什么党。
只要一心一意为了抗日，她就是个好女人。反正呢，等这事儿结束了以后，这赵静爱上哪儿上哪儿去，别再来照相馆烦咱们了。就这么着。赵静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哎，金明浩，这事儿不归你管啊，你只要抓紧时间多研制出几种炸药，一定要稳定，咱们需要一击即中。再过几天时间。那威力能再大吗？能。吹什么牛啊？哎，就你研制这炸药，这烟火似的，这炸日本人，我觉得没戏。富贵，你是不是存心找茬啊？没完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要是真有本事啊，就去找你爹，再忽悠点钱来，给他当经费。好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都别再欺负我了，我跟他闹掰了，他走他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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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办？掌柜的，掌柜的啊，货已经送到了。哦，没有引起陆卡的怀疑吧？有冈本的特别通行证，他们没敢乱翻。他们没有问什么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就是有一个小队长，他是一直盯着咱们这车出的城。哦。掌柜的，我看咱们下次要不要给那点小队长点手续啊？哎呀，不能给，绝对不能给！你一给呀，就更引起怀疑了，咱们就危险了。啊！哎呀，这批货出老城，咱们就回陕西老家。那少爷他怎么办啊？他要不走，就给他下药。强行把他带走，那这……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想他会理解他爹的。我要出了事儿，他肯定得当替罪羊。我老冯家不能断子绝孙呀。那咱们就不能告诉他真相啊？这个娃娃罪太大，没个把门的。虽然是我儿子，还是不告诉他为好。哎呀，下批货出城呀，咱们不走陆路了。该走水路，你去打探打探，看哪条水路比较安全。那我这就去张罗去。要抓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哎呀，你看看我最近操劳的，这都瘦了，瘦了啊！你快去吧。好，那我就去了。哎。哎，金明浩，你不在屋里研制你的定时炸弹，你跑这鼓楼墙头干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叫防御，连李欣染到文弱书生都能翻墙进来，咱们这水电行得加强防御能力。那怎么着？你是要把这儿弄成碉堡啊？碉堡我们那本事，我所有的心血都在这水电行里。现在日本人那么多，至少不能让日本人偷的想爬进来打我定时炸弹的主意。你这个小子心还挺细啊。我研究过了，历史上所有的英雄都是胆大心细的人。哎，季明浩，那你研究过没有？这自古英雄啊都死得早，你是想当英雄还是当死得早的？念念乌鸦嘴。英雄所有人都会死的，可英雄是不死的。哎，金明浩，好，我来帮你。好。
连骨灰都带不出去，就更别说盘尼西林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陆子征好像一点也不着急。他一定会有办法的，我信他。哎，明浩，不用写那么详细，我看得懂。还是详细点好，万一出了啥意外，炸弹真的炸了，你啊能按照笔记配置好炸药。你能别胡说八道？哎呦，我都说了，万一有备无患。哎，子珍哥，过来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弄得那么神秘呀，还？哥，你看，这儿就是咱放笔记的地方，暗号老地方。哎哎哎，哥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，尤其是那个冯永贵，他要知道了，肯定瞎翻，翻没了我们就白整了。你就是老瞎操心，有那闲工夫，你多研制出几种炸弹来，比什么都强，什么液体的、固体的、定时的，越多越好。好了，相信我，哥啊。我当然信你了，明浩。现在咱们杀狗团可全都指着你了。你这炸药要是能研制出来，我请你喝大酒，咱俩好好庆祝庆祝。谁花钱啊？冯永贵。你说这都三天了，这陆子征打什么主意啊？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？哎，你说他不会是在忽悠赵静吧？那可保不齐。哟，这李大少爷怎么还伺候起我来了？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哎，趁热喝，这东西凉了不好喝。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有事儿吧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你说我们答应赵静这个盘尼西林的事儿，你想到办法没有？没想出来，三天了都你还没想出来？三天了我就得想出来啊！哎，你以为我是神仙呢？说想出来就想出来？哎，真那么好想？你说一法子我听听。我要有法子，我还要伺候你呢。我李欣然伺候过谁啊？我跟你说，陆子成，我们既然答应了赵静，就一定办得到。你可别忽悠赵静啊！嘿，李欣然，我问你啊，当初。你跟人赵静打包票的时候，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怎么收场啊？啊，现在没辙了，傻了，急了，过来求我来了，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你这典型的就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当初你进杀寇团的时候，我那是给你脸。你说说，你进来那么长时间了，除了白吃白住白喝，还给我们添乱，还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了。
你是谁？亨特先生您好，我是李希染的同学。李希染现在病重，您是他的干爹，我想您一定有办法帮助他。希染病重？对。他在哪？我带您去找。快走。走。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病了？是病了，不过是装的，待会儿还得更严重。是陆子征出的馊主意。陆子征人呢？去找亨特了。找亨特？他是英国大使馆的领事，日本人查得严，但是估计没人敢查他。只要他肯带李希染出城，这药啊就应该能混出去。可是大使馆戒备森严。他进得去吗？赵静，你放心，只要陆子征想进，他就一定有办法。我们说要帮你，就一定帮得上。子征估计快回来了，你再好好查一查，看这药藏严实了没，别让亨特看出破绽了。一箱已经装好了，剩下的一些在这个箱子里面。这里面有一个隔层，不仔细检查是不会发现的。亨特他们马上就到。那能不能成，就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走，快。不行，李先生不能上医院，外面全都是日本人的耳目，如果他去了医院，很有可能把命就丢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对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能带李先生出城了。可是外面有那么多日本人在把守。亨特干爹，你救救我吧，我城外有一个亲戚，他是医生，他能救我的命，你救救我吧！行，我的孩子，行，我这就送你出去。谢谢亨特干爹，谢谢你。啊，那，你母亲生前最爱的就是你，你救了我那么久的干爹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我自己的儿子，我会帮你的。谢谢干爹，亨特先生。可是，现在城门把守得很严密，咱们能出得去吗？我是英国领事。日本人不敢太过分，虽然伪装一下，我看问题不大。走，我们赶紧走。干爹，我哪有两个箱子，一箱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一箱是我随身携带的衣服，我必须都得带走。李依然，都什么时候了啊，你都快病死了，你还惦记着衣物和你妈的遗物啊，就扔这儿了。不行，那些东西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我在哪儿，他们在哪儿？张军同学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西南的照顾，谢谢你，给我吧。亨特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初雪降临。
一瞬间，世间无语叹息，又何必回首曾经。白茫茫大地，多美丽，那灿烂的笑意，最后一次拥抱着你。轻轻地来，默默地走，我的爱中带着笑容，这份沉默不再沉默。就算曾经有过温柔，我的脚步不曾停留，那一片天空有你有我。的脚